오빠 다 오빠 因为是第一场戏，所以稍微我觉得还可以更好，还在习惯，还在适应，蛮新鲜的，蛮有意思的，而且跟工作人员、跟导演沟通，包括主演沟通都很顺畅，我是一种学习的心态来拍这部戏，希望能够学到新的东西。我爸太。